当天礼拜五晚上哦、嗯，然后就开始有人在睡上面看到一些好不可思议的发言，比如说呢，就开始有人讲说，我今天就是参加完集会啊，结果呢，我去了，我先说一个好了，他说我没有高铁回去了，我住高雄，我没有高铁回去了，对，然后好像也搭不到客运 ，anyway， 他就无法回家，对，然后我恨死了这些蓝白的政党，我说我此生跟你们对立了，对，他说我此生跟你们对立，然后我就很问号，你自己没有好好规划好你回家路线，请问你要怪谁？怪 Google Map 都还比怪这些蓝白支持者有道理，好不好？他们最近有超多那种氪金公骂啊，不是？对，氪金公，氪金公骂，氪金公骂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他说啊、他原本以为支持者有去帮他付了这个旅馆的钱，然后结果没有，是被晃点，导致他，对对对，被晃点，他被他们自己的支持者晃点就对了，然后结果实际上没有，他就是刷了1800，然后呢，他就上来说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付这1800？这1800对我来说是很大的，好，我实在已经不知道怎么讲这件事情了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个提醒一下，如果明天你要去到现场，对，第一规划好回家路线，对对对，第二呢，悟性那个自己的支持者说帮你付了什么旅馆的钱后，因为毕竟我觉得应该讲，毕竟是陌生人啦。对呀、啊，他虽然在社群上看起来可能是都是同一个阵营的，然后我是你的氪金公骂，但是不是说他真的讲了？我还看到一个说什么，他准备了100万的扩大，然后要让大家去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现在诈骗集团很深哦，对，但我真的觉得提醒大家，现在诈骗集团很多哈，这个不管是什么讯息都不要轻信，真的提醒大家。哎，我在这呼吁啊，中正一或者是各警察局，我觉得你们他们，因为他们都有那个业绩要去举牌，说这个不会被这对诈骗，请提醒诈骗，明天。真的去现场我觉得很重要、因为我觉得现场被诈骗的几率其实非常的高、有可能，而且所有的人可能都会被诈骗到、因为第一个要诈骗他们叫做民进党，对，然后其他要诈骗的那就是说什么旅馆啊或者什么等等的，这个真的很荒谬、我真的觉得要小心、讲到旅馆我又讲到一个更气的，这个啊，这个给大家也看一下，王宏威委员这边讲的，你看民进党在议场留了一堆垃圾、很扯、对、拜托你要去你要，而且民进党现在还说什么啊，请大家这个公民运动，你们到现场那些标语可以直接寄到民进党的党团、我们收了之后，我们就帮你带进国会，青鸟飞进去，然后飞进去之后就留下满地垃圾。那天好像他们说是变成在野党的立委在帮他们清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好荒谬！因为我们很多立委都是那种年轻人，然后年轻人就看不惯嘛，道德素质、对，道德素质比较高一点点的啦。那个、对、他们其实也有人在分享说，就是好像到现场，就是在外面群众聚集的时候的确也留下很多垃圾，所以拜托大家自己制造的垃圾就拜托自己带走、好不好？对，好不好，包含民进党的立委要拜托一下。这个素质啊、这个气死了，我不知道你那天有没有看到，这个就是呢、有人在那个网路上会po IG 嘛，然后就说什么啊，这个色运妹最好，你知道哈，觉得这个很好被拐骗，好，觉得很好被拐骗，然后呢，就补教师呢，他就觉得哎认同，他就转发了这个相关的一个限动，那反正他后来工作也丢了，然后因为这个太恶心了，你知道我那时候看到，我就觉得恶心到不行哎，他们你知道那个言论还说什么啊，你只要把自己装的好像就是文青，然后好像很厉害，你给他看瓜吉跟苗博雅的影片，然后你跟他讲一些道理，他就觉得我好崇拜你哦，然后就说什么啊，反正我们就你知道这个开心一下哦，开心完了之后就不要理他了，这个女生她有什么情绪上面的问题也不关我的事，我就超恶劣，然后这人给她转发哎、超级扯，工作丢了也是还好。不是，我觉得说真的，我觉得这很恶心。这个某报啊，某报转发这种东西，我觉得遭造反。对，我觉得某报转发这种东西，到底是要鼓励这件事情呢，还是要说不要去做这件事情？因为你看他工作丢了。对啊，这个逻辑我也搞不清楚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，这也蛮惨的，这个是对、脱口秀演员啦，他。他那个时候，因为他就看到嘛，然后他就有一点在玩地狱梗啊，他就说啊，如果有人因为去参加了这个社运活动的话，堕胎费我出。整个被延上了，延到个不行，好吧，大家冷静，大家冷静，但保证好了，讲到这边，我觉得因为都谈到这份上了，好不好？就讲一个啦。其实你知道，我们都是在台湾读大学，然后我们很早其实就就有参与一些活动嘛，其实。
不管不要说社运圈怎么样好了，社运圈是不是的确比较亲民进党呢？嗯，有一些比较偏一点，再来一点，再来，民进党之前发生什么事情？你说很多桃花吗？没有，很多桃花，很多桃花 ，MeToo 事件 ，MeToo 事件，然后那些人有没有被起底？有，哪一些圈子出来的？有蛮多都是这种运动圈出来的，对，所以我不愿意去画上一个等号，说声音圈都等于什么等等的。但的确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些新闻出来？就是很显然，这个圈子它可能是需要改变很多事情。对，那我没有说这样的可能这个圈子不好，那毕竟他们个人行为，他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但我觉得只是回归到一个道德逻辑上面啦，不管再怎样，其实都不能违法，然后包含那个补教老师啊什么等等讲这种东西。其实我觉得违不违法、违不违规，你丢一旁，这有平权概念吗？这有平权概念吗？完全没有平权概念哎。那请问一下，这件事情都已经被爆出来，而且还是由你们自己的叉叉时报，对，叉叉时报分享出来的哦。民进党立委在哪边？按照你民进党的逻辑的话，不是应该去谴责吗？请问你谴责在哪边？他们的逻辑就应该去谴责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怎么说呢？那个时候不是说那个某个网红哦，某个网红不是说出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然后这个网红因为来上过国民党的课。哦，所以我们拿到道歉。请问一下，这件事情，不叫我沙包道歉，还是这个叉叉十八要道歉，还是这个社运妹要道歉？哦，可能这个对象太多了，我搞不清楚了。对，我觉得不管男女生，然后如果你要到那个现场的话，当然我知道现在年轻人有一些他们可能也比较开放一点，也可以理解。但就是如果你不是走这种开放路线的话，你也这个尽量保持警觉，对，保护好自己，不要被骗，然后就是之后不要在一个情绪上身心出。对出状况就很不值得。我觉得我其实老实讲，就是参加学运跟这种社运，但没有不好，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表达，对，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，对，我觉得其实是好的，但是就是保护好自己哦。如果你没有打算要这么开放的话，保护好自己哦，这个真的是要特别提醒大家。然后再来就是，哎，那一天呢，他们不是说十万人嘛？我猜采薇应该有看到那个警局的有数据，对不对？其实警察局他们跟我们说，哦，我也有爱的小手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有小警察局就是他的确是给我这个数字，就是14500人。他们说好刚巧1450，对，一个零，对，哎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不是我们故意要去说1450，这是台北市警局提供的哈。都是中共同路人吗？再来，有多一点点的数字没有错啦。在晚上8点的时候，的确是人潮高峰，15000人哦，对，就15000人啦，15000到16000那边，再怎么样也都没有什么所谓的三万，都没有所谓的10万啦，对，就是14500，对，多一个零，14500，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民进党一直要去说什么10万人上街头，10万民意。去反对国会改革，我不管是多少民意，我们绝对都尊重。今天就算这10万民意可以上街头好了，我请问10万民意 之外的那些人支持国会改革的都不是民意吗？只有你那1450是民意吗？对不对？不是沉默的。对，讲到这个我要讲一个很感动的事情。当天我不是被警察就是护送离开吗？然后就有一个支持者，其实他我猜他也是潜伏到现场就看一下状况，他就偷偷跑过我旁边。我其实有点吓到，因为警察也有吓到，不知道攻击你，对，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他就说加油。沉默是大，就是他就说沉默的还是有的，而且沉默是大众的，对，沉默是多数，对。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，他就对只想跟我讲这一句，对。所以我觉得沉默不代表支持你民进党的意见，不站上街头，不去青岛东，不代表我们就不支持国会改革，好吗？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这种民意的想象哦，真的是。还亏你们那些人读过什么政治学，还亏你们那些人台大毕业。其实民进党有很多高知识分子，其实也很多，是啊，是啊。我都很好奇说，他们应该是知道实情的，但他们选择了说出。不是事实的话，其实他们就选择说谎啦。你真的很好，对，很委婉，很善良。其实他们是说谎啦，他们就是决定选择说谎。如果觉得民进党的民主原来是这样的话，那我觉得很可悲。
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，真的很有用啊，所以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吃了两三天，真的有明显的感觉，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。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，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，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，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非常的强大。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。而您知道吗？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，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，这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于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，真的是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轻轻松松，没有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也记得输入推荐码，有额外的折扣哦。